我掉了焦走，真到光火光的苦，那么多的赚钱到底干我？他说的碎了碎了，时间也不早，我是怎么觉得凌晨时分的这么破的忧愁？那个对的，突然想到太多，过去回忆突然全部浮现在我脑中，在中大呼大输，像漫步篮球场的习得旁边讨人战术，不管去到哪一路上都有你陪，趁着那阵风你走前面我追，就在下个路口，让我牵着你手，充满信心等你准备踏入社会。 Try.